老婆，再个半拉鱼。哇，这么大大长腿啊，我爱吃。再来个对虾，只要你喜欢吃啊，我每天我都做给你吃。哟，小两口又做这么一锅海鲜啊，天天吃海鲜，这一锅海鲜得老贵了吧？不贵不贵，大姐，咱家有船，一包海鲜才几块钱呢。那你赶紧给我来100块钱的。咱家一张都用不完，咱家还找你呢。来，听我来给你介绍介绍哈，太香了。来，老公啊，先别吃了，快给大姐介绍介绍，上菜一。嗯，好吃好吃。来，大姐啊，这个啊是咱们家的扇贝肉，三包大个带王扇贝肉，三包酱鱿鱼脖，每包400克，两包深海章鱼须，两包乌克乌金沙的花甲肉，再来上两包酱的青黄肉。等一下，今天给咱点红心的哥也再送两只黄金熬包肉。那行，大箱子海鲜14包，只需要2.9元，还给您包邮呢。哎呀，这也太多了吧。